还跟新的比，但这跟比是那个二手的，是那个百丽星的 M405。之前我看过评测的时候，都知道我有一根是这个，就是 M205， 对吧？然后今天呢，会把之前做的一个懒人包那块的一个视频，然后还有就这个就新的开箱评测以及 M205 等等的，就统一给大家就解个惑，然后就把所有的信息在这个视频里面一起给大家做完。然后看到一个盒子，它跟205的盒子一样的，上面一个百丽金的一个 logo 嘛，对吧？然后白白的基本上都是，然后你们看到对吧，这里还有个小洞对吧，这边就是这个镜头有点近，然后下面这有写对吧，register trademark of Pelican 等等的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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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，然后那个 made in Germany 都能看到对吧，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白盒子是吧，然后先打开一下的时候反正就这样子对吧，然后呢是这样子打开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有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，这里啊也是少数我有包装盒的，难得 OK， 然后这样子一抽对拿出来对吧，我镜头有点近大家就担待一下了，然后这样子一打开啊，对，这个有点银棕色的一个外盒，就套盒嘛，对吧？然后这边也是一样，就按照刚刚这个小袋子一拉，然后就出来。对，欧洲的东西一打开真的很有那个什么仪式感。然后这个也是一样，就普通空盒子没什么特别的，扔一边去。然后你看，然后这个一打开，对，哇，很精致，对吧？一个这种应该是那种人造片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印，然后裁缝什么的，一条小丝带，对吧？就等会再打开这个先放一边，再下来就里面一个说明书嘛，对吧？看一下，反正就一个这种就是说那个保护的纸嘛，对吧？但它可能没有包，然后再下来就正常的一些什么证啊什么的怎么用啊这些东西呗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，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对吧？然后就看一下哦。对，哎，不用管它，好，那个先放一遍，估计也没人想看。好，下来了，开始打开说真题我能比了，然后就这样子一拉开，对吧？哎，好惊喜感的这个，不知道怎么样呢。然后这样子，哎，这边有个洞，对，这边都有个洞，这边也是，那也就是说，哎，很可以是说，哎，先把笔说一下，哎，非常漂亮的一根笔，对，蓝色的蓝条，拿一下对比一下看一下先。OK， 就这个就差别明显就出来了。哇塞，这蓝色有点不太一样了，这两个。然后呢，就黄上面等会再慢慢讲。应该这个套是可以这样子的，然后这样一边，再一边，然后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把这个笔先这样子先拿回来，就先放一边。然后一样是这样子，但这根笔我已经洗过笔了，等会我给大家沾一下墨，洗一下一个对比。但是我会换一下笔尖这样子，然后呢，这个的话，首先笔的大小你们看到一模一样，基本上一模一样，对吧？然后笔盖上面长度给大家先看一下，哎，这次我准备好尺子喽，然后手电什么的都准备好了，免得像上次那样子，哎，全忘了。哦呼，来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尺寸大概是12.5 左右，就是说这个是 M200 跟 M400 的一个尺寸，你们看见完全一模一样。然后直径的话，反正我觉得你们看这个也一样，直径的话基本上也是 1.2 左右。打开的话，反正就的这时候先说一下那个外观吧，还是外观上面呢，首先看到了，这根我右手的405，左手205。笔夹上面基本上是一样的，没什么差别，都是冲压件。看到这个地方对吧，里面那个部分可能要放大一点给你们看，不知道你们看清，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冲压件，压完然后折一折这样子。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是有条线嘛，对吧？有条凸起来的线。然后环的话，笔帽的那个环是这样子，405的双环，那个205单环上面的这个是我摸一下啊。好，205的那个是印刷的，这个有点冰，应该是一个金属件，然后是一个镀金件，就是说这一块的时候拔出来的时候，这个顶，然后这一块是整块的金属的，差别就这里，然后一个银色一个黑色的，看起来比较高级一点。但其实说实话，环我喜欢单环多一点，因为这个双环看起来怎么讲，
有点过于装饰了。有时候一格我觉得就很够，我觉得真的有点多。然后上面的字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那这里都是 Germany 对吧？不知道能不能看清，应该是可以的。然后我这样转，哎，你看这里就空白了，这里还有字，对。这里写了一个 Pelican， 但是 M 二百要多转几下，你才看到 Pelican。对，也就是说它这里还再多一个字，这个就是那个帝王的意思，那个德语我不知道怎么读，就有一个什么 Sufurian。Sufurian 好像应该是这么读吧。然后就它有三个字，这个有两个字，也就是说这个是 Classic 系列，这个就帝王系列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笔帽上面的环，对，一个是单环，一个双环，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，对吧？笔帽上面基本上都一样的。然后我们现在打开一下，两个都打开一下，反正就是一样嘛，都是钮，记得呗。收这样放，收笔也是这样。因为我这一根主要买的是属于那个，因为我个人是喜欢205的这个，就主要是喜欢它笔感，因为笔尖上面你大家也知道，我不是在意书写感受的人。然后这两根我写一下给你们对比一下这样子，或者我等会我无意那一根我也洗笔了，可能要等我一下，我拿一下，然后那一个沾一沾墨水给你们洗，因为墨水反正今天就在这里，就那个 Waterman 墨水，我才发现原来他这个设计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发现可以这么给你们试，给你们洗这样子，好，我这个先放一边。然后那个我是打算这样子用，然后笔尖的话现在给你们把一把看看，然后是这样子，左手拿的这个，但你不要用这个开，就凡四个人都能打开，轻轻一下，然后笔杆拿着往自己方向转，自己方向哦。那你看这么一出来基本上是不是很简单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记得你不要那个牛笔尖牛笔杆往自己方向，为什么？我怕你们到时候捏的时候这块会变形这样子，特别是暖的笔，所以你们就这样子转转，对吧？那这个就出来了，因为我是打算主要是要这个。那本身的 M405 的话它是银色，它不是这种双色的，是刚好那个用家他是换了一个双色给我，就它本身有银色也有那个双色的，所以说我想要个双色的，然后这个看起来也比较好看这样子放配在这里。然后我现在就这个换上去，然后我就给大家先继续上个墨吧，之前上墨上的不是特别好，对吧？现在应该能这样子，这个角度这样子我上比较麻烦，但是你们看应该比较开心一点。笔杆我先放在一边，然后这个一样我就给大家这个先扭上去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先上个墨，上个墨的话就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拿一下无印那根笔吧，等会给你们评测比较方便一点。不好意思，我又回来了，就拿了无印那根笔，等会就写的时候给你们看看三种字的一个差别。那首先这样子，我先把这个给打开一下。哎呀，有点紧。OK， 我平常扭的也是比较紧这样子。那这个笔盖是不是很干净？这种感觉。然后这样子，我看一下，小心一点。放，因为我这样子斜着放，因为我平常倒的都对，你看刚刚好我倒的，你看这刚刚好，刚刚好，真的。好，我先给大家上个墨，然后上个墨是这样子，反正就首先就这个先拧开，对吧？把空气先挤走，对吧？把空气挤走，对吧？就它这个活塞会往前走嘛，对吧？去，然后这个笔进去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反面吧，就这个面它整个放进去，对吧？不，应该这次能看得清楚很多了。下次用透明的笔，透明式放笔，你们就应该看得很清楚了。然后就来回几次就好了。然后这个往顺时针，对吧？向自己方向，然后多来几下。然后其他的我就基本上是以一个沾水方式给你们试写一遍了。OK， 然后我就上完墨了，因为这个笔我买回来，我说实话我也还没试过这样子。等一下我拿一下纸巾。OK， 记得准备好这些东西，每次拍视频的时候我也是都准备好然后才给你们拍的。这样。OK， 好，然后这个纸我先放一边，然后这一个我就在这里，我拿一张纸好 ，OK 了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子一张纸，然后写一下呗，还是，然后看一下感觉如何，对吧？
哇，这书写感受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那感觉，可能是一开始用我不是很习惯这样子。我试一下压一下，等一下啊、哦。写起来的话，书写感受反而没有刚接那个感觉那么好啊，好奇怪、啊。这声音听起来好别扭，这个 E 这个是 E F 间的，我这只是 E F 间，你们看到双色间，但是好看是挺好看的。然后我试一下轻点，还行，就是可能要多写一段时间。然后就会可能书写效果会好点。现在写那个手感有一点，就是说不是它刮子，它一点不刮子，还是 OK 的整个手感，但是就怪怪的这个声音，就听起来不是很顺畅，写起来就这我这么滑的时候，它不是很顺畅。对，对这种声音，但还行，写是肯定能写的。那我先换一下另外一根，我先试一下那个就。205的笔尖，我再给你们写一遍。然后我沾一下水，然后就 OK，沾完水了，这样子，然后我就那个写一下。对，还比较细，干尖的反而还细一点。啊，我字比较丑，大家就不要介意了。对，反而没有那个那么什么的，可能是，但是这个我是知道，是说之前你有看我别的视频都知道，就是说它的一个，M400的一个 F 尖嘛，对吧？F 尖就基本上等于这个钢尖的 EF，对，它的品控的确不是很稳定，这一点是正常，反正就可以接受，我觉得是。然后这个对，对你看它压的时候，对，反而没有那个那么什么的钢尖的话。那这个的话，反正就先放一边吧。这个，对，差别就基本上是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我先放一边，我再拿那这个无印的，然后给你们试一下。我沾一下水。可能沾的水不是很多，我多沾一点吧。其他的就不用给你们试了呗，我就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就给你们看看。这个字对，反而第一个是最粗的，能看到了吧？它是，而且是 EF 尖的，然后书写上面，但是白金的都很水枪，很正常的。但其实你这么一看，差别不是特别大。反正无印的 F 尖就是它那个。那个什么 Smith 的那个笔尖的话，还是反品控还稳定一点。好，那个大概的一个405的一个评测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其他的就书写感受上面，反正就基本上是这样子。还有的就是那个笔的样子，对吧？那就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，谢谢。